最近我发现一个对头皮特别好还能稳住发量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法国的康如的金基纳防脱精华，就是我都已经快用到见底了，就是没什么了，因为确实很管用。然后呢我自己呢也是个比较懒的，所以就不想去特别费事儿的护理，所以在养发护发呢，我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方便，这样就很容易坚持下来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它。因为它是这种喷雾的，所以用起来很方便，它喷出来不是那种大水珠，就是这种很细很细的水雾，就它流动性很好，看到了吗？像我平时都洗完头之后呢，把头发擦到就是不滴水之后再喷上它，但我今天拍视频之前呢就头发已经洗过了，然后就只能干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全头只需要喷十下。首先呢就是发际线，发际线很重要嘛，就是这边两下，哎，给它揉开，然后这边两下，然后是这个额角这边，哎，这边一下，这边一下，还有就是从发缝从前往后这样喷四下，我一般喷到这边，然后就要贴得很近的这样喷在这个头皮上，然后这样就搞定了。然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就是秘密武器，这个就是我会在喷完精华之后用的一个木质的经络梳，然后从前往后全头梳三十下，就这样，就要这样梳按摩，就是边做按摩呢边促进精华的吸收，然后吹干之后呢发根就很有韧性，也不容易脱发掉发，发丝呢也很有支撑力，颅顶这边呢就会自然的蓬起来，就是高高的，看到了吗？然后就是头包脸显得整个脸也比较小，你看我就是用完的状态，就是最近用完我就觉得头就感觉整个都很蓬松，而且这个香味是真的很好闻，特别平静的那种木质调，每次用完了它我感觉就是枕头啊头发上都是那种香香的。这里面呢有一个防脱成分叫做金基纳，相当于法国的生姜，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更好的稳固防脱。我还特意买了他们同系列的这个防脱的洗发水和护发素搭配，蛮推荐给容易掉头发或者是头发比较细软的可以去试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推荐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